刚才请各位认识，除了标准模式跟之外，我们可以点这个投影片流模式去做这个调整顺序、以删除或移动的功能。好，那放映的话，你们也确定确实的找到你要的那一张开始放映，可是你会发现放映的情况下，它就永远在那一张，除非剪报人来控制你要的下一张，所以点键盘或滑鼠，或是到时候你有那个剪报笔，它就可以控制了。可以哈，那不要看的话就可以按右键可以结束放映，或者是按 ESC 可以离开这个画面。好，那我们待会要的是我证明给你看它不会自己换，那我们希望它换，而且希望它有效果，可以有点不会无聊的换页，所以我们要来认识今天认识的插入，也认识的设计，我们要认识第三颗，其实四颗，总共五了，一二三四五，下次就从这边开始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聊的是转场，转场，转场。如果你旧版，它叫切换，从一张投影片切换到另外一张的效果，所以这个叫转场。如果未来你学手机影片制作，这个画面到下一个画面，那个就叫转场。可以哈，好，那转场的时候预设现在是五，而且眼睛先看后面隔壁这边投影片画面。现在有打勾的是哪一个选项？滑鼠按下时它才会换页，下面这个没有打勾哦，因为它没有自动，所以下面叫做自己要按，下面是自动，它少了自动两个字，可以吗？好，那我现在选的是其中第一张，我待会假设我故意滑到它身上帮我看哦，眼睛看点一下，它呈现效果在这边给你看，只会呈现一次，如果你再按一次它才会再呈现给你看。这个推入有一个切换转场的效果叫推入，可是推的方向可以搭配这个效果选项，点进来根据你这个选到的这个东西它有不同的选项，假设我从左边有没有看到，我可以换由上都可以。好，那这个功能在隔壁这边声音我们不动，持续时间我让它预设会每一个不同哦，假设我选的其中这个它秒数的不同，它会有不同的选项，好，去根据你的这个有不同的持续的时间做这个动作花多久时间的意思，这样可以哈。可是现在有没有看到眼睛这边有没有一个星星？有没有？所以现在只有哪一张有效果？第一张。可是请问我现在还会自己换页吗？不会哦，所以它只是有切换的效果，并没有自动，所以我要让它自动是要按这一颗钮，让它这个秒数有出现数字，所以往上一下就是 0.1 秒，可以吗？好，那后面有可能更细微的，可是我们一般现在都用的，所以我如果两秒就长这样，它的勾有没有自动帮我勾了？所以这边你要解释的话，就是每隔几秒换到下一张。所以我现在第一到第二，我已经让它每隔，我用一秒给你看，好，我放映哦，我现在滑鼠没动哦，有没有到下一页了？请问它有没有继续？没有，没有，因为你通通只有在第一张做事，第一张做事，所以如果你要待的每一张都是这个效果，那你就啊，如果你要每一张都不同效果，你要自己选，好，你要自己选，哦，这样很累耶。听懂哦，所以我们待会只要选其中一张，你先练习任何一个插曲也可以，这边还有一个功能叫做翻转或图库都很好，点一下你们看看效果，转场那个选项描述它用的时间，好，那我让它少一点，接下来原本没有你就记得描述哦，给它一个一秒，好，那我做这个效果的时候，记得我们要按这一颗，全部都用。好，那我检查给你看哦。我到投影片聊模式，平常我喜欢在转场什么时候，在哪一个模式做，在这个模式做。同学有没有看到这边有没有一个一秒？好，检查哦，上面转场有图库，预设这个秒数你去控制。我要每隔几秒，假设我要两秒。可是同学现在只有这张有星星有秒数，我要每一张都有，所以只要按这个动作，有没有每一个都有了？有没有每一个都有了？那请问现在有没有动？没有，因为这个是在你的投影片浏览模式，除非你这样预览，可是就这一张在动啊，
所以你一定要记得做完不会自己动给你看哦，你要自己放映看看。右下角这一颗，或者是按 F5 功能键，或是这一颗从手张放那个投影片放映 F5 功能键。好，同学，刚才我每两秒，我忘记每一秒，每两秒我让它自动换页，有没有看到？好，那你会觉得老师好无聊啊，都同一个效果，有没有可能其他效果？你可以方法，好，待会你可以选这个随机，它从2010E3版之后就有这一颗功能，你懒得一个个挑，你可以找一颗这一颗随机。那随机你如果点的话，就不用管这一个秒数了，它自己会去帮你产生。按秒数，我现在通通一秒让你效果。好，你看哦，同学，我选任何一张，现在只有这张，选了一个功能，在这边箭头点进来，有没有可以选问号哦？有一个另外一个随机是叫做那个随机线条，我不是要这个，我是要的是问号的随机，听懂哈？虽然这一张现在有效果，好，秒数我先不改，然后这我每隔几秒我要改，最后一个动作按什么？全部套用。好，同学放映的时候从第一张或是按这一颗来看一下效果，它自动帮你找不同的切换转场的效果，有没有看到不一样的效果给你了？你就不用自己一个个去挑，或者是选其中一个就每一个都一样，你就觉得很无趣，有没有感觉？所以请各位试看看你喜欢哪一种效果，由你来做。那如果全部都变成不要怎么办？听哦，点选你其中一张，来到我们的第一个，有没有一个无？无完之后秒数这个要不要让它自动换？我要恢复嘛，所以这个都要恢复，再按全部套用就恢复，听懂哦？好，来哦，讲一次哦，请各位切换到投影模，这两个模式都可以做，只是我喜欢在这个模式做。从常用或插入里面切换到转场，现在无，看你要选哪一个。如果你选的那个就是全部套用，就是套它的。如果你不希望每一个都套用，那你就要每一个去改。好，那我们为了让大家今天方便，先帮我全部都用这一颗问号。不管选到哪一张都可以，让它每隔一秒全部套用，就四次的动作哦。随机点箭头的问号，点这个秒数一秒，点全部套用，最后按上面这一颗放映看看，看它有没有成功，好吗？好，让它会动就好了。按 ESC 存时存档，有没有最后的动作的？来，给你，我讲你操作哦。切换到投影片浏览模式，切换到转场，点那个更多选项，其他的更多选项，找到一个叫随机问号的投影片模式。投影片模式，那个丽妹姐，投影片浏览模式比较好操作。下方